而家見到咧就係吉安市嘅其中一間叫盤谷小學咧，咁啊龍山基金同天然基金咧就贊助而成嘅小學咧，咁今日咧就開幕啦！大家見到而家咧呢啲就係呢班小學生咧喺度歡迎緊我哋，喺度歡送緊我哋啊！頭先歡迎嗰時同歡送都係一樣樣噶，咁。呢位小姐，咁多人歡迎你，有咩感受啊？ 四千块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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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我真想投几百块。阿顺，我们来这个。 看一看这个晚景是怎么样？这个学校呢是我们这个庐山基金给钱去重建，现在是很漂亮的一个学校。现在我来到一个上课的地方，问一问这个小朋友，因为呢这个普通话呢我都不太懂怎么说，要看叫我怎么念，好不好？叫我怎么念？这个是早晨。 有傣族的，有景颇族的，景颇这个是颇啊，对，颇景颇族的，有汉族的，还有汉族的，大家分辨不同，人言不同。
哇，这个动物的，这是真精正的普通话，不错。老师我他已经夸奖他满意了。开始。大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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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